现在在五角场这儿啊，这里特斯拉开了一家特牛的店，这个店的前面是一个展厅，它的后面就是直接是 service center 服务中心，这个店是比较罕见的，并且五角场这个地区大家知道这一块跟太古汇一样基本上是电动车厂的必争之地啊，那今天呢这家店就正式营业，然后呢我也就是受邀来这儿看看他们这个开业典礼，看这门口已经摆了Model X， 按照惯例把 Model X 这么摆起来的时候应该是要玩硬一门了吧，所以特斯拉的开业好像我之前参加过一次对吧，那是一家小店，来感受一下这家店怎么样。那刚刚呢我已经签到过了，我还是第一个签到的，这个可以了，非常好了。这边前面是店铺，这后面就是这个 service， 就是它的服务中心，你不管是维修啊还是保养都在这边来这儿。这边有这么多特斯拉倒没啥惊喜的，我看到了这辆05127，你知道吧？这辆车，不知道你们之前看我视频还记不记得？我有一次用的特斯拉代步车就是这个，我开了好长时间呢。我看到这辆车，我觉得好亲切啊！估计这车现在还在做代步车呢，有没有？我去，这里有我心心念念的白座椅啊，朋友们，早期的国行是没有白座椅的，现在中国制造的有白座椅了，好香啊，有没有？如果你拍视频的话。白色的曝光会特别方便。之前多次在网上面基，对吧？这次终于第一次线下面基成功。我说艾玛，你们之前在上海看到过一辆 Cybertruck， 然后一度以为说是不是国产了，是不是？那就是艾玛同学的车，啊，那是中国唯一的一辆，对吧？其实是那位同学，唯二，还有一辆啊。艾玛同学通过帮一位小哥哥找了一位女朋友，A 到了一辆车，这可以发展成一个业务。对，还有谁要找女朋友吗？还有谁要有车吗？对，首先你有车，其次你要找女朋友，你就可以联系艾玛开展一下这个业务。下一辆想要什么车？我先帮你做好准备。Roadster 二代，一代也行吧？一代也可以，哎，条件放宽了，怎么样？行了，好，关注一波艾玛。耶、yeah. ，好。然后点击取车。验证，尬在了呢。爷爷是通过了，尬在了呢。哦，取车开始了。
那它是什么？它是面部识别吗？对，面部识别的。哦，在这儿，你看，它会写上车牌号，然后目标车位在哪停了多久。嗯，好的，谢谢。谢谢。哦，开门了，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哎，他会给你把车顺正，哎，有没有？对。